我只能挡在他前面啊！那兜子鸡蛋全砸我身上了。坐哪儿？本来想去洗个澡，结果赶上工地的事儿。我知道了，是他们擦的时候太使劲了，把蛋壳连眉毛一块给揪掉了。把手机放下。 干嘛？明天你主检了，先两个眉毛，一高一低一假。你还会修眉毛呢？ 我跟你说啊，今天那个女的不是薛鸾的女朋友，是她老师的女友。你说什么？今天手术前不是碰见薛鸾了吗？你不是说我对前男友的现女友太凶，影响不好吗？我是说呀，你应该适当的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气。 你讨厌一个人，就非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啊？我知道，说我性格太直呗，但是我得澄清一下，那不是薛鸾的女朋友，她不喜欢那种类型。这么肯定？她喜欢我呀。我们不是因为感情问题分手的，是因为她的自尊心和我的太固执。反正她不会喜欢那种小白兔的。 那你呢？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不喜欢？你那么关心干嘛呀？关心说明很多问题，就看你怎么理解。 我就该跟你全麻了，差点划着你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再给我看看。哎呦，手艺不错，我应该定期到你这儿来修修眉毛。好啊，那你就请我吃饭吧。今天不行，刚才薛兰给我发微信了，说我们那师姐还没走呢，就扔鸡蛋那个，我得跟着一块儿去劝劝。 谢谢你了。我不抽烟。不抽好啊，我也不该抽。